好，那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这三道题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原文，一起看原文。从前有个人偷了一袋洋葱，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了这篇文章的事件是什么呢？有一个人偷了一袋洋葱，是不是？어떤 사람이 이제 양총 이따를 훔쳤어요. 所以第31题 他问的就是 那个人为什么要被惩罚呢? 因为他什么呢?偷了东西,对不对?偷了东西。好,被抓住以后送到了法官面前, 法官呢,앞으로 잡혀갔죠? 法官提出了3种惩罚方案, 但是呢,我们 HSK的考试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在做题之前呢,我们不知道问题, 所以这三种呢,都要搞清楚, 让这个人自行选择。第一种是一次性吃掉所有的洋葱,对吧?第二种是什么?第三种是什么?把它都要记住。所以我们看到第32题 ABC 都提到了,但是我们还不知道问题,所以还要继续看一下,这个人选择了,首先选择了什么呢?一次性吃掉了所有的洋葱,所以呢,看第32题,那个人选择的,第一种,最初呢,是吃掉所有的洋葱,所以第32题的答案呢,就应该是最后一个,对吧?一开始,他信心十足,信心十足是常用的成语,同学们把它整理起来,可是吃下几个之后, 他的眼睛就像火烧一样受不了了,对不对?嗓子也一样,鼻涕不停地流。好,我们看后面。因此他说,我一口洋葱也吃不下了,受不了了,对不对?你们还是鞭打我吧。然而,我刚才讲了,一定要抓住关联词,是吧?접속사,잘 잡아야 돼요。在被鞭打几十下之后,忍不住了什么什么,这个地方听不懂也没关系,看这个地方后来,对吧?也是连接他的,连接这个文章的脉络的。 나중에 어떻게 되죠?这个人成了全程的笑柄,웃음거리,퇴정,因为他本来只需要接受一种惩罚在这儿,因为 아까 말씀드렸던 거, 왜냐하면,本来只需要什么什么,却,这样的副词, 그러나,表示一种转折,对不对? 반전을 뜻하죠? 然后将三种惩罚都尝遍了。其实,画一个星号,同学们还记得吧?刚才我说了,其实,사실은,那么说明什么呢?前面的内容都不重要,从这儿开始,是这篇文章的作者要说的最重要的内容,对不对? 이제 글쓴 사람, 밝히고 싶은 最重要的교훈是什么呢？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这句话其实也不太重要。在这里继续看，由于是吧？뭐때문에对自己的能力缺乏足够的了解，자신의능력에대해서怎么样啊？충분히모르기때문에导致초래하다야기하다안좋은결과를对吧？决策失误실수를초래하고而따라서而尝到了很多不必要的苦头，在这里有一个搭配，是吧？尝到什么什么苦头，쓸데없이쓴맛을맛보다，对不对？실수를잘못을하다라는말이죠。所以通过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找到第33题的答案。所以呢，第31题到第33题的答案就应该是 C、D 和 C， 同学们都做对了吗？好，听力呢，我们先简单的说到这儿。下面呢，我们再来说一说阅读理解的部分。阅读理解的部分呢，一共有4个部分。第一部分呢是找病句，对吧？找病句。那么找病句呢，还是有一些常见的题型，我简单来说一下啊。第一部分找病句，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成分的缺失。成分的缺失是吧？这样的成分성분缺失부족하고없거나缺失，对吧？所以呢，最常见的是什么呢？就是主语的缺失。在韩国话里边呢，说话的时候不一定非要说主语，但是汉语不同，说每一句话都要强调到底是谁对谁做了什么事情。所以同学们做题的时候呢，应该有的放矢，好好检查检查，是不是没有主语，或者是说是不是没有宾语，这样的情况比较多。这是第一种类型。第二种类型呢，就是词序的不当，词，单词的词，序呢，顺序的序，是吧？啊，词序不当。哎，明明应该先说的词呢，放在了后面。比如说我们啊，这几点见面呢？中国人说6点见面，但是同学们有的时候会说见面6点，这个时候是什么问题呀？哎，词语的顺序搞错了，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错句的一个类型。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成分多余。成分多余。成分多余，多余是什么意思呢？
쓸모없다, 쓸데없다, 对不对? 이미 완벽한 문장이 갖춰졌는데 또 쓸데없는 그런 단어 이제 들어와 있으면 成分多余라고 하죠. 这样的例子，比如说十分高兴，十分高兴就已经够了，十分表示的是程度。那么在后面呢，十分高兴的不得了，有的同学这样说，这样说就不行，对不对？前面已经表示很高兴，高兴的不得了，还是表示非常高兴，在这里就是什么呢？一种重复成分的多余这样的情况也有，对吧？这是第三个，还有什么呢？就是逻辑不通，逻辑，逻辑，我们说是不是啊？这逻辑。 不对，逻辑不对，不是因果关系，对吧？特别是有这样的情况，不是因果关系，它用因为所以来表达这个不行。还有呢，不是转折关系，但是它用虽然但是来表达，这个也是不对的，对吧？最后一种呢，就是词语的搭配的问题，词语搭配问题，搭配婚姻关系，我们叫做搭配，是吧？这个搭配不当是最常出现的内容，这个呢不光是写。 阅读的第一部分，第二、第三部分都有这样的情况，同学们一定要多背搭配，是吧？光背词语是不行的。这是第一部分。那么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是什么呢？第二部分是选词填空，第三部分呢是选句填空。这两个部分呢，它的做题的技巧其实也是差不多的。选词，找出最恰当的词语填空，选句给这个顺句子的顺序排一个空，对吧？选词，第二部分呢是选词。 一共是十道题，对吧？十道题。第三部分呢是选句，选句填空也是十道题，对吧？也是十道题。那么它呢就是十道题，它是由什么呢？两篇文章，一篇文章有 A、B、C、D、E 五个选项构成的。那么这一部分的题的技巧呢，也是第一个呢就是要找搭配，找搭配。那么第二部分，读可以一部分，主要是什么呢？ 词语的搭配是吧？偶遇也各种互文关系。那么这个选句呢，就是什么呢？文章哎，互文关系，对吧？这样的。第二个呢，就是要什么呢？翻译。嗯，Hello，Greg，Hello，Joy，要翻译。通过翻译呢，我们可以更快的找到答案，其实是吧？还有呢，联系上下文，联系上下文。前面的句子和后面的句子到底在说的是什么内容？如果我们能够准确的翻译，准确的联系上下文的话，可以更快、更准确的找到答案。但是有很多同学呢，翻译的基本功比较弱一些，稍微差一些，那么就只能通过找搭配来解题，就是这样的两个思路。这是第二和第三个部分。那么最后呢，还有第四部分，回答问题。回答问题呢，一共有二十道题，对吧？有五篇文章构成，每一篇文章里边呢会有四个小的问题。那么第四部分，是吧？回答问题，它的出题的大方向是什么呢？第四部分一般来说有三种题型
是一直以来的一个出题的类型，同学们呢都不会感到太生疏，我就不多说了。第二种类型啊，最近出的比较多，什么呢？他问的是单词，或者是成语，是吧？或者是成语。一般来说呢，在原文当中他会画一条线，他问啊，划线的部分在文章当中是什么意思？ 문제 첫 번째 문제는 뭐였죠?문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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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첫 번째 문제는 뭐였죠?문제
第二部分的两个小题，同学们跟老师一起一边做一边感受一下最近考题到底它的难易度有多难。好，我们一起看一下，先看第65题，我准备的一道题。 团购就是团体购物，团购是不是啊？这단체구매指的是认识的或不认识的消费者。什么起来？我们看这做题的时候呢，同学们不妨在这上面呢标上一下数字，这样呢就不会糊涂，是吧？指的是什么呢 무엇을 가리키냐면 认识的或不认识的消费者 알고도는 이제 모르는 소비자들끼리 什么起来？应该是哪一个呢？我们看一下，联合起来，联合。
是不是啊，在一起的意思，他们给他个起，所以联合起来来提升买家与商家的议价能力。 B 结合行不行呢？结合是不行的。结合的意思表示什么呢？结合的主语是人的时候，表示结婚的意思，听懂了吗？结合주어는 사람이 올 때, 이제 결합이라는 말은 이제 결혼이라는 뜻이죠. 那 여기서는 서로 모르는 사람들 다 같이 是吧？啊，这样的，단체 구매한다는 뜻이죠. 所以在这里结合绝对是不行的。 联络也是不行的，联络就是什么意思？联络就是联系的意思。 연락하다라는 말이죠. 근데 지금은 모르는 소비자도 이제 다 같이 구매할 수 있으니까 서로 연락하지는 않아요. 所以在这里它是不行的。合并的前面呢应该是公司，合并呢合并呢，所以前面的主语应该是公司的合并。所以我们一看这四个单词，同学们如果非常了解的话，直接就找到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只能是 A， 对吧？ 其他三个都不对嘛，所以答案只能是A。但是很多同学可能不太放心，所以呢，我们再来看下面一组，第二组，他说提升买家与商家的议价能力以，同学们记得吗？刚才我们讲过，以的意思是表示目的，为了的意思， 하기 위해서 求得最优的价格，是吧？ 가장 저렴한 가격을 구하는 一种，一种의 购买什么呢？ 구매 방식이라고 하죠. 所以呢， 购买方式，购买方式，渠道、手段和途径都不行。为什么呢？这三个单词的意思是为了解决一个问题而采取的方法。 문제 해결하기 위해서 취하는 그런 경로, 수단 방법이라는 말이죠. 是吧?所以在这里呢, 문제 해결하기 위해서가 아니고요. 그냥 구매 방식이죠. 所以呢,正确答案也应该是A. 那么,我们做题的时候呢, 用不着像老师这样,一个一个的去做, 是吧? 하나하나 다 풀고, 맞고, 틀리다, 이렇게 할 필요도 없고요. 是吧? 가장 자신 있는 그 한 세트를 가지고 먼저 풀고 넘어가면 돼요. 比如说,我们一看,一开始就什么呢? 团购，단체로 뭐 한다라.